火球季 Fireball Fest 将在11月25、26日于桃园乐天棒球场登场。日前官方释出卡斯阵容，包含郭旦、血肉果汁机、美秀集团、大象体操、海豚刑警、夕阳武士等。25日官方也公布了最终卡司，那就是南韩饶舌歌手李永芝以及日本乐团 Total Fat。 只见官方在贴文中写下，韩国冠军 rapper 李永芝、日本旋律朋克代表 Total Fat 即将登陆火球季，让得知消息的粉丝们兴奋直呼我要疯了，韩国文化总统登陆火球季，既然有李永芝，火球真的很贵，没想到李永芝跟血肉可以同时存在，超屌的啦。事实上李永芝今年9月底才刚来台湾举办演唱会，仅隔2个月再度来台演出，让粉丝们惊喜不已。